这幅画面来自江油市公安局车管所科目二考场的监考系统。10月18号下午，考生吴某按照考试流程调整座位后视镜，然后按下开关开始考试。身份信息认证成功，请开始考试。只见他费力的拉下安全带，可能觉得呢安全带有点短，他扯了好几道，然后使劲插到了插孔头。但是你仔细看，他插的位置不咋对哟。吴某把安全带插到了副驾驶上。考试结束，成绩不合格。这次结果一样，又是刚刚起步，系统就提示他没系安全带，考试又不合格。吴某觉得很冤啊，自己火门都还没摸到，就宣布挂科了。这次他急了，直接在车子上就吼了起来：“这个是啥子系统哦？”保护。他把自己两次驾考不过的原因归咎于系统有问题，他还把考官喊过来质问，说要投诉他们。结果考官过来一看，是吴某个人考试的时候太紧张，连到两次都把安全带插错了地方。一个季度都可能遇到一回，这种两把死打高的吧，因为他有一把死打高的，他已经反应了。吴某连续两次未按照规定系安全带，驾考成绩不合格。交警支招：临考前，请各位考生调整好心态，尽量放松，沉着应考。我们也希望吴某呢汲取教训，第三次来考试的时候，不要再把安全带插错地方了。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为你报道。最近啊，我买了个车位，当时看到这个车位身边两边都有柱子，不会跟旁边的车位产生什么影响。可是后来我发现啊，因为有柱子存在，所以只要我把车停正了，两边的车门都会打不开。但是没办法，买都买了，只能凑合着用。我想了个办法，只要我停车的时候尽量往右边靠，这样我正驾驶的门就可以正常打开了。于是我趁着晚上有空，就在车位上练习了几十把倒车入库，尽量习惯性的往右边贴。结果没过多久，我就在小区业主群里面刷到了这样几条消息。河南许昌舞蹈老师张女士上完课，在办公室休息时，突然发现有民警在路边贴条，于是她穿着舞蹈鞋，在大家震惊的目光中一路狂奔赶到民警面前，并及时开走车辆。我是舞蹈老师嘛，上完课在办公室休息呢，前面老师说楼下有交警在贴条，当时我也没放心上，他说再给一个白车的贴条，我一听我感觉不对劲，再从外边一看就是我的车，然后我也没有穿，瞬间就冲下去了，交警都已经把条都已经开好了，再晚个几秒就给贴上了。我们楼下是个超市嘛，那个车位的话，很多来买菜的老年人在那儿把它占住了。早上嘛，等着给学生上课，比较赶，我就给交警说了钥匙没拿，然后我又赶紧跑过来啊、他们把钥匙给我扔下来，我就立刻把车开过来了，然后也给交警保证了，最后就没有贴了。